每个人在每段人生当中都遇到很多的挫折还有困难，然后我们都在选择最好的选项来让自己过得更好，即便有些选项出来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的如人意，但我们都在学习如何为自己选择负责，如何为自己选的结果负责，因为它并没有好或不好，因为那就是你。希望你们都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也送给高人，简答题。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。